坚决，快点！放了我！你们现在停止行动还来得及。混蛋，你们知道这会对国家带来多大的灾难吗？我就说你们真的搞错人了，放我出去吧。老大，确实比名单上的多了一个。无所谓，宁多勿少。 不要漏掉任何一个对方的眼线。报告，王女的演讲已经开始了。很好，我们的时机也刚好，按计划执行吧。你跟我重新混入人群，待会儿下手狠一点。你们几个把这里处理干净，然后出来帮忙。 记得把衣服换掉，别被自己人干掉了。你们背叛了伊利亚人民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哎呀呀！ 哦，所以这款游戏是可以利用地形，然后把敌人做推到悬崖之类的，然后就像刚才那样重掌，可以把人家击落到这个墙壁，这个水面的地方。然后主角的部分，哦，这边是教学的啊，所以不能按你想要的地方，只能照着按哦。看来主角是个法师，是不是？ 点击地面进行移动。哦，这个，哦，这就胜利了哈。 白白牺牲的，安息吧。刚才多亏你了，我叫拉维耶。你呢？然后这边去个大师。好，我记住了。那么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 大姐头，不好了！民众和王国军在演讲现场打起来了。听说王国军被金石寨友袭击了，整个浪涌城现在一片混乱。这是民众能弄到的玩意儿吗？果然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关心这些干嘛？大姐头，再不快走，我们也会被卷进去的。对了，这位是？一个有趣的家伙。这两个小家伙是和我一起来的，麦莎和法卡尔。 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。
快跟上。哦，我刚才在有点压抑，让剧情那个拉维尔，我以为拉维耶会一直陪我们到很后期，结果他马上就牺牲了。天哪 ！OK， 这边有一个属性克制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像某个手游？看起来就是用颜色可以判断比较好判断啦，就是他的职业是分别颜色代表哈。那水属性克火嘛，火克雷。好像某款游戏哦，好像我现在在玩的《天地解手游》哦，然后光克暗嘛，暗没有克人。好，哦，这边有两个是光的嘛，对不对？行动。移动一下，这样。呼吸者哦，也就是说，像这种铁就是坦克啦，铁卫对付侠客是很有用的。哇，就是对付这个叫什么？突袭者。OK， 好，我会直接攻击吗？斩击一倍伤害。你会看到这个颜色，雷水、雷克水嘛，这样子我比较好理解。然后这边是所有人都可以克制哦，打不到。哦，它可以拉人过来。行动！攻击的音效都还不错。好，看来这就是那个三位主角喽，三小强。OK， 技能是会随着等级习得的。你说的对，不能这样下去了。法克尔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现在我们只能先离开这里，否则大姐头的牺牲毫无意义。我明白，
我们必须活下去，不然谁来给大姐头报仇？街上越来越乱了，走吧，城门就在前面了。好，这边看起来是用一些障碍物去攻打敌人啊。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是王国军的折戈，吓过你开门。OK， 有些地方是没有语音的，看起来就主线的剧情的部分才有语音哈。那进入战斗画面也是都没有。哦，他们会在高处哦，高处的攻击力是比较高，不过高处用一些。远距离攻击的角色打他们应该会蛮强的哈。我可以换人动吗？不行，不行啊。怎么换？这个是什么？每种地形会有哦，会被点燃哦。有些地形会被点燃。那从这边打啊。哦，我也可以跳过去哦。哦，可以推开炸药桶哦。哦，装满金丝粉的粉末炸药桶是一件常见的物件哦。急推或攻击炸药桶都可以起引爆。OK， 腿部猛击。哦 ，OK， 腿部猛击，点它。可以踢他是不是？哦，触发物件会有一些属性上升。就是你在攻击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按滑鼠左键，就是我是模拟器啊。滑鼠左键点着萤幕，然后它会加速攻击哈，就可以减少一些太慢、动太慢的部分哈。然后这边会有克数，然后克数部分这边也会协调，它看起来是全部减掉，就是一击必杀了。触发克数哈，好，主角哈。然后这个游戏也是可以自动战斗的。治疗，这应该都是剧情一定会拿到的招式。回去，我们奉命封锁。绝不能让一个暴徒走出城门。可是城里已经是这个样子了，那些家伙见人就杀，行行好，放我们出城吧。后退，很多兄弟就是死在伪装成平民的人手上，任何人都不许出城。队长，他们来了。来吧，为了死去的兄弟，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刻。弓箭手，准备。
还在想，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呢？哼，真是失礼！亏本喵辛辛苦苦把你从混沌之海里捞出来。有话快说，本喵还要午睡呢。混沌之海是时间与空间的尽头，命运交汇之地。就算我这么告诉你了，你大概也无法立刻理解吧。这个问题应该问你自己才对，是你的愿望让我在混沌之海里发现了你。那么，你还记得你的愿望吗？哼，口气不小嘛，人类。喏，看那里。那是信标，会引导你去实现你的愿望。接受的倒是很快嘛。诶，你不会想就这么单枪匹马冲到混沌之海里去吧？算了算了，本喵可不打算再去捞你一次。至少你需要几个能够并肩作战的伙伴。OK， 看起来是抽卡的环节哈。老维耶，你怎么这样就死去了？这应该是固定的角色吧？哦，他抽卡是这个样子哦。然后嘞，往下拉。好，拉一张。OK， 看起来是平民。你再拉一个太累了吧？怎么都长枪兵之类的？都是。哦，这种才是哦 S 啊，可是看起来也不是主角系列的人哦，都是什么王国军啊这种佣兵角色的，黑暗大法师哦 ，S 啊有了，哦麦莎，哦麦莎抽的哦，麦莎 SSR 还 OK。深刻。天堂的猫咪会说话，我更习惯用乐土来称呼这里。不过比起这些，简单来说就是这样，但这可不是轻松的事情。混沌之海里可是有不少……我相信你，只要能拯救大家，再小的机会我也要争取。
那就跳过那些麻烦的说明步骤，出航吧。OK， 进入这种章节是像序章啊、一字级、一字级这样的划分的、哦、然后每个关卡、啊、有胜利条件跟失败条件的部分，跟星级的评分，看起来就是可能要达成之后才可以扫荡之类的吧。好，然后这边就开始进入战斗了哈。然后我要怎么出战呢、啊？哦，只能三个人。然后他也帮我放一个红准上去了，跟麦莎。那战术的部分，哦，终极战，那这个战术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吗？好，直接开始了。好，等一下啊，用移的 ，OK。消灭全部拦路的暴徒。加速！哇，同归于尽哎！怎么感觉就是回到过去，然后改变当时的那个状况？这是剧情哦！哇哇哇哇！直接把我血扣成这样。先帮他回血 ，OK， 治疗术。攻击的时候可以按两倍速比较快一点。哇哇哇！换我了。这边的话是没有克数，哎、欸，有啦有啦，对不起，有。哎、欸，他有一招，这是什么？这招什么？近战，那走到这里。哦、oh, ，OK。欸、其实还蛮不错的，我觉得玩到现在，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。花费30个那个闪电，应该是体力的意思。哦，终于到这个房间的系统了。OK， 看起来可以做一些配置哈。哦，我可以动哎、欸，然后出房就是去打。OK。但前面解说的部分比较少一点，那角色的部分来看一下哈，嗯，都有点顿顿的。
OK， 属性部分个性灵能之盾，看起来灵能之盾哦，就是个性应该是指天赋啦，这样比较好理解。OK， 然后有成员的们，灵能之间的成员们人脸均衡，都可以融入这个团队。那收集到这些角色会怎么样呢？角色标签，好，还是他这个只是一个标签而已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哦，几星 ？OK OK， 星数的话应该是要抽到这个角色，然后累积才有。格挡同时受到伤害降低 10%， 行动结束后对场上一名敌人恢复一个。哦，这有点像那个什么，补完就是补完血，然后再用那个 WiFi 头帮忙队友补血的概念，很像哈。哇，天地劫手游中毒。OK， 佣兵少女，然后站立两个，移动三，跳哦，高跳、低跳两个，应该是可以跳到一个建筑物上面的样子哦。装备的部分目前是没有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红准，我们看几个就好。这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刺候啊？就把它当成这个刺客好了。个性的部分，正常鬼影拥有跳跃攻击敌人背跟侧面。OK， 也就是说这款游戏是攻击敌人的后面、侧面是会影响到他伤害的。不过这个是看每一个角色的个性去做决定哈。那击败目标可以再移动四个，嗯，还不错。一般像刚刚看到那个麦莎移动力就是三个嘛。OK， 那这个是什么？伊利亚军是不是 ？OK， 那我可以看主角吗？不行哦，不能看主角。啊，主角在哪里看？哦，主角在按左上角吧？也不是。那主角要怎么看？我找不到主角要怎么看，直接点主角吗？不行。OK， 可以对话，对话一下。整体的风格都蛮可爱的。商店邂逅，现在可以抽卡吗？来看一下。商店的部分可以用这个东西，这是什么？希望晶石可以买这些蜜源。蜜源是什么？邂逅消耗一份蜜源，就是抽卡可以消耗这个了。OK， 然后热土币。好的，武器店哦，武器店可以用这个东西。这东西是什么？光辉金壳，拆解传说装备得到哈。OK， 拆解史诗级的，然后就换这些东西就对了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邂逅部分，看目前可以抽多抽卡片吗？都不行。好，我看一下几率公式哈，好像只会告诉你可以抽到这些角色的几率是多少。看起来目前是全塞进去，是不是？目前看起来是这样。麦莎。刚刚出现的主角是 SSR， 还有拉维耶，巴卡尔也是 SSR， 我几率是 0.118。OK， 可以看他们角色资讯吗？不行。好，应该有卡池的 分配啊。哦，这边可以看到，看一下拉维耶，好影，物理伤害 8%， 行动结束，行动开始或反击的时候 50% 几率回复38%的气血。并获得什么微醺？哦，微醺的话 ，buff 是暴击30%，受到伤害降低10%，可以叠加哈。可是可以叠加几层啊？嗯，看起来这个天赋还蛮厉害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重剑战士。看起来重剑战士是高输出型的角色的职业啦。瞬发哇，对十字。三个敌人造成伤害，充斥到其身边，造成零点三倍范围伤害。然后可以把技能变更烈风操纵斩，哇，太中二了吧，这个招式。不过光这个身材很值得抽啊。哈哈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哈。这主角的资讯我到底要去哪里看呢、啊？还是还没开启？看起来是还没开启。我们再多打一个小节好了。可以跟猫猫讲话吗？不行，再多打一个小节好了。然后哦，可以走到外面，外面有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没东西。哦，如果要战斗的话，
就是直接按出行才可以哈。这边就是逛街而已。哦，是不用特别走到这里来，直接按右下角出行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刚刚打的第零之一，我们看零之二，到后面应该有 boss， 我们把零之五打完。OK， 可以提升经验值之类的吧？好，哦、等级没错，共工经验是大家都可以升的意思哈。确定。就是这个东西可以让，哦，最高的四等，那四等之后要怎么突破嘞？那、啊、我可以升主角吗？为什么在角色的资讯栏看不到主角啊？还是主角是跟主线剧情绑定的呢？好，我们继续哦。然后这边顺便讲一下啊，就是每一关都有三个什么星星嘛，对不对？三个星星得到之后，累积到下面的星数啊，就可以获得一些公共经验。嗯，这部分跟天劫手游蛮像的。OK， 然后可以获得蜜源啊。灵物之一是什么？我还不知道。不过蜜源就是可以抽卡的东西，然后装备这样子哈，公共经验值 OK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这个是道具函关之剑，也就是说打完之后会有这些东西。好，我们这边的确是回到之前过去的时间点哈，就是这边大姐头来救主角的时候。然后这边的话还不能自动战斗，要过零之六才可以的样子哈，所以这边还是可以手动按。被背后打也是蛮痛的。通常都是打克数的，敌人说打克数比较多。目前看起来都很简单，之后就不知道了。好，又多一个东西，仓库。OK， 就刚才那个道具，武器啊，这个武器有心锁，哇，那这个是就是强化，强化应该不会不成功，应该都是成功才对。好，哦，这不是刚才的地方吗？大铁头死去的地方。没有语音。哎，我还以为可以救他了，原来还不行。哦，这高度优势的话可以获得更高的伤，也就是说这个人打我们会很痛。哦 ，OK， 善用优势，对，善用地形优势啊。等一下哦，在。二以上高度优势可以获得进攻跟防御的加成。行动后，你可以在右侧提示确认是否获得高地优势哈。好，这是这个，可以推它，应该不用推啊，普通攻击就可以了。
当然，你在那上面被打，应该也比较不会痛哦，因为会加成防御哦。嗯，这边点不到他。OK， 等一下应该有 BOSS 吧？下一关吗？武器解成就解锁 ，OK。旅人等级变六哦 ，OK， 一样是旅人等级会影响到角色等级的上限哈、哦。嗯，真的跟天地姐很像哎、欸，超级像的。OK， 零之六这边可以拿了吗？还不行哦，应该可以打 BOSS 吧。好，这是刚才一开始的地方。哎、欸，主角不见了。红色箭头标记的位置代表下一个回合敌方增援哈。战术技能，通过使用战术点数，可以在我方回合随时使用。哦 ，OK OK， 每一场战斗开始有重置哈。OK， 好的。看起来敌人很多哦，那我可以站这个位置吗？会怎么样吗？卡住哦。这种游戏是不会被打的时候反击哈，是不会的。现在是赢的吗？啊，打 BOSS 了。哎，还没吗？我现在发现原来可以拉，所以会到零之死还是首领 ？OK， 好。然后看起来职业是可以升阶的、哦，那、啊、升阶的部分要消耗这个金铜突起勋章，应该是每个职业有不同的勋章啊。阿卡，他有办法一次升到六吗？不然我一直按。哦，可以。哦，已经上线 ，OK。灾厄，游荡破碎时空的怪物会吞噬周遭的力量，然后比人性投影还要危险哈。就先打他的意思吗？还是先清小兵啊？
哇，痛啊！OK， 哇，真的蛮痛。哈哈，没打到，我们看一下战术，用一下好了。战术就不用花人物的那个行动值哈，想要怎么按，只要你战术够，就是可以发挥哈。真的有哎、欸，所以这张可以干嘛呢？抽卡吗？命运螺旋。哦，所以拿到那个钥匙是开这个东西吗？哦，多了这张，啊，这是干嘛？新的开始，反复体验，信物，嗯哼，然后嘞，哦，融合这样。就回到过去再走一次吗？哦，所以是呢。哦，试试看，蛮有趣的。怎么有点像十字器、啊？就回到过去这样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。好，看下两倍速。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有种危险的气味。偏偏又是在庇护日，气氛不紧张才怪。各种情况都太不妙了，必须赶紧找到委托人。大姐头，看那边，我们要找的就是那个人吧？没错，我们跟上。是这里了，你们在这儿望风，我进去救人。这门也太不结实了吧！可恶，还是来晚了。别愣着了，干掉他！你们已经做好了。我把自己炸死了，我刚以为那招可以把他推，把那个火药桶推出去。哇，我打不赢了。哇，尴尬了，可以重来吗？哎，这个游戏怎么重来？应该可以吧 ？OK， 警示范围哈。不行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可以，可以重置。
结束战斗的时候，就可以再重新进入战斗，帮他解决一点啊。这么远射得到吗？哦，这个好像最好的。人家晕眩。这好像有对话，我经常好像选那个对话是最好的的样子。自动可以加速吗？可以。我觉得刚才应该可以攻击的。哇，拉威也可以连续打两次。刚那一招可以连着打。这是民众能弄到的玩意儿吗？好，这边都一样哈。对了，一个总觉得可以信任，明明是第一次见。这两个小家伙是和我一起来的，这里很危险，你跟我。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吗？喂，还要等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仔细听，外面有很多脚步声，好在都只是惊呼。如果我们这时候出去，肯定撞个正着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等外面的混乱平息。哇，改变过去了。那就这么办吧。法克尔、麦莎，守好门，以防万一。太惨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死了好多人，简直像是战场。王女殿下不是说好会带来和平吗？怎么会？可恶！如果有些事我能更早察觉。哎，这下你跑不掉了吧，小美女？反正你也一个人，不如就跟着我们俩吧，有前途，有自在。这些混蛋，我看不下去了。麦莎，你们给我住手！我想这边应该是可以自动吧，不过我怕他死掉。孤独的少女，这个是麦莎林奇，名字真单纯，就用名字自己的名字取。哦，被隔挡了。我原来可以反击耶。
这招可以冲过去，然后再马上重斩下来。哇，那招是要哇，还蛮帅的。等待时机，治疗。怎么就不要自动了？嗯，找不到。多好啊，不要动动啊。找不到。那我们跳过。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？真没礼貌，我们救了他，连个谢字都没有。我又不是为了谢谢。行了，那姑娘就是吓着了。她躲进难民队伍了，我们要不要也跟上去啊？你怎么看？我们走。前面的气氛很危险呢。确实，做好准备，转机或许就在一瞬之间。不行，至少得让我们留下三天的物资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活着到达下个地方。还敢和老子讨价还价，没宰了你们就不错了。对，统统交出来，少了一点儿都别想出这个门。你们打算明抢吗？在这么多人面前抢又怎么样？敢和我手里的家伙碰碰吗？我记得你，你是隔壁街那家的小儿子吧？还来过我家店里。什么？你不要胡说！浪涌城是你长大的地方，现在你却打算伤害这些曾经关心过你的人，真是为你感到悲哀。闭嘴！我现在有志同道合的兄弟，现在的这些都是为了干一番大事业，推翻暴君。志同道合，推翻暴君，只会挥刀向弱者的，不过是一群内心更加弱小的无能之人。我，死丫头，真是活腻了！一群羔羊，浪费了老子这么多时间。兄弟们，开枪！什么？我们不是什么羔羊。哎呀，原来小姑娘还是头一回。混蛋，竟然玩阴的！大家，请拿起武器，保护好自己。是时候出手了，看招！你是？别愣着呀，小姑娘，你还有这么多人要保护，不是吗？大家快抓住机会，我们一鼓作气，一起冲出去！小家伙们，该拿出真本事了。好。
这关比较难一点。好，只要能一平面到这边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推过去啊？怎么推啊？找不到，好，先那边待机啊。这个应该也可以推才对，太痛了吧。什么？他要自爆？我根本没想到他会自爆。那炸弹会自爆，原来，所以以后看到炸弹小心。这个可以推，哦，哦，我也会被推走。对啊，合理啊。啊，按错了，糟糕。先不要这样，直接攻击比较快。哇！我发现很不好打哎、欸，我刚刚还少一个人。哦，那个也会自动爆炸、啊。在这里，先帮自己补血啊。哦，有了。谢谢，万幸有各位出手相助。不用谢啦，这种时候是。哼，对付那样的家伙，讲意思了。你是这些难民的头吗？不，和大家一样，都在出城逃难而已。出城之后呢？会各奔东西吧。虽然大多数人像我一样，没有可投奔的地方。那，你不如和我们一起走吧。谢谢你的好意。我已经说好留下来，和大家一起走。这样啊，那之后怎么打算呢？会沿着大路向东走吧，到十字路再看形势发展了。这一路对难民队伍来说可不容易哦。现在的局势也只能学会依靠自己了，总不能老指望着有人来救。大家如果能团结起来，学会拿起武器保护自己，至少不会再是一群待宰的羔羊。你说的不错，那行，如果你们一路往东的话，说不定还会路过我们小镇。是一座特别美丽的小镇，一定要来哦。
那到时候我还可以指点指点你的射击技巧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你。刚才的战斗要不是有你的指挥，恐怕会有不少伤亡。说的没错，是个厉害的家伙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城里不安全，你们也尽快离开吧。愿你们一路平安。这话应该对你们说才是，要保重啊。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。你怎么打算？现在有想起什么吗？就跟我们走吧，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太危险了。是啊，先跟我们走吧。还好你遇到了我们。终于，我们终于到家了。哎，我还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。是啊，简直像一场噩梦。前面的小镇是铃兰之剑驻地，也是我们的家。对，就是我们佣兵团的名字。是啊，你要不要加入我们？喂，这样有些草率吧？他可是个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的人，万一……可我觉得他头脑很好啊，一路上帮我们扭转局势好几次呢。你说对不对啊，大姐头？是啊是啊，你很有潜力哦。现在局势这么混乱，去哪里都很危险。你又没有记忆，不如先加入铃兰之剑，至少有个可以落脚的地方，对吧？你的加入，以后有不懂的问我就行。哼，作为前辈，我会严格要求你的。很好很好，正好开个欢迎会，我要喝个够。结束之后会有一个第一周的意思，没有遥远的情况，没有派遣情况，没有重要的传闻。其实以剧情来说，我觉得体验感蛮不错的。那有一个铃兰小镇，那是铃兰之剑是一个这个佣兵团的名字。跟他介绍那个局势的 ，OK， 那剧情还有，哦，有百科了，然后委托档案，其实这款游戏也是蛮多事情可以做的，但是大部分，都还算合理啊，不会觉得无聊。好，这边就没有语音了哦。这边先跳过好了，这话家加长了。维持小镇稳定，可是这边的话 ，OK， 这边是哇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事情有点多，因为这边可以退出，然后这边有他们这个地方的角色跟小镇的部分。那
这边的，怎么跳出来？好，然后我刚才是在任务这边吗？邂逅？哎，不是邂逅哦，只是那个出航的地方。出航那地方可以看，到那个主线剧情的地方，就是改变历史的那个地方哈。然后一些任务，然后完成契约任务，哦，对，直接获得拉维耶。好的，不过现在是因为封测啦，那公测的时候是怎样就不晓得了哈。好的，然后刚才是在这个地方，命运的螺旋。哦，然后可以继续游戏这样子，放弃周末。放弃周末应该就是再重新来一次的意思啊，重新再挑战一次之类的。然后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用，委托啊什么鬼的，然后日志笔记、视线回放 ，OK， 这应该就是主线剧情的部分。然后笔记 ，OK， 这边还暂时没有。百科，百科也暂时没有哈，应该是记录一些什么重大日志之类的哈。委托呢？不过每个地方都要读取是有点恼人呐、啊。然后就是帮忙哦，帮忙打敌人之类的哈，然后可以派遣一次。好，先生派遣，派遣应该是用一些角色。那角色的话，就是在原本的世界那边，抽到角色卡去做派遣。OK， 看一下这样哦，这个事情，这个要做的事情其实蛮多的。好，我们先体验到这个部分哈。然后这边有访客，哦，访客是卖啥、哦？我们快转，确都知道。好，与事件战斗。好了，我们先体验到这边。那剩下的话，我们晚上今天晚上在直播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游玩这款《铃兰之剑》的手游吧。那喜欢的频道，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去追踪哪一区 FB、推取 BB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。